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李嘉诚是广东潮州人，曾经连续15年成为华人界的首富，是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想成为的人。李嘉诚可谓是传奇，他的经历鼓舞着每一个正在拼搏的人，他的成功激励着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李嘉诚不仅仅是人们心目中的精神支柱，还是一个慈善家。为了家乡的繁荣昌盛，李嘉诚在2017年的时候捐赠了20亿来建设潮汕大学。除了在教育方面的资助以外，李嘉诚还花费了15亿来建造寺庙，打造这一座寺庙可谓是呕心沥血，足足花费了10年的时间。可是这个寺庙现在怎么样了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座寺庙叫做慈山寺，位于香港新界大埔清角，面积为4.7公顷，非常庞大且宏伟。最壮丽的还要数寺庙外面的那座观音像，它的高度仅次于海南的南海观音像。观音通身雪白，掩映在崇山峻岭间，那一抹白色被周围的绿色所簇拥着，美妙至极。慈山寺是非常精致的，建筑风格是仿唐设计，所有用来建筑慈山寺的材料价格都不菲，有很多木材都是从非洲进口的。整座寺庙虽不像普通的寺庙那样金碧辉煌，但是却隐隐给人一种庄重严肃的静穆之感。慈山寺在2015年正式运营，运营期间寺内就人山人海，景区实在没有办法，便每天限流400人。慈山寺才是寺庙最本质的模样。李嘉诚建寺庙的初衷就是让大家在紧张的生活中寻找一处能够净化灵魂的栖身之所，因此寺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包括吃食皆是如此。下雨之时，寺庙还会非常贴心地给人们发雨具，并且寺庙里面没有一炷香，僧人用花来代替香，洒水祈福。这样原始的祭拜方式，让每一个心中有信仰的人欣然前往。景区根本就不以盈利为目的，一切以人们的开心为前提。看到这里，你想不想去慈山寺一拜呢？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